前回来问我话，卖问遮济啦。我即马吼传咧相片互你看，你看倒一个较水，会当做你助手。王嘉伦，啊，你咧如何上班？人摆个工程师已经无闲，甲无眠无日，头毛都要落了了啊！你还阁会当安尼喝红酒爬七啊？我也错很丢脸，可是我控制不了。你先回来问我好不好？两万？你要两万从啊？卖问这多啦！你先回过来啊！我十号领薪水吼，我就还你两万五。三万。好啦好啦，三万。我今麦吼传咧相片互你看，你看倒一个较水，会当做你的助手。倒一个较水啦，我甲你讲啊，每一个爱我爱到要死，要不过我感觉这三个拢袂歹嘞，规个拢甲坐顿来抱住了。阿姐，王嘉伦，啊，你咧如何上班？人别个工程师已经无闲，甲无眠无日，头毛都要落了了啊，你还阁会当安尼喝红酒爬七啊？阿姐，我这叫时间管理呢。啊，你嘛莫这么生气啦！我即马是咧替王家找新妇呢。哼，你根本就咧学袂来。宇文，我不准你回家，你来呀。收到。王嘉伦，我无找你讨生活费就已经够好，也阁有今日妈祖回来，啊，我也已经甲变啦，讲你会好好做啦。啊，你若要安尼学袂来哦，一定有报应的。你袂歹讲这么重好无？什么报应？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有你这个阿叔吼，我做好运的呢。我是天公阿囝，是不是？妈祖都听话。天公阿囝不是你家己讲的啦，天公阿囝，为着你好好做人啦，咱若要借钱哦，拢顺。我气死你啊！处理好了。我卡住啊！你怎呢？你怎在行呢？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耶！有没有像那个庙里会看到的那一种啊？相信科学，我们不迷信好吗？哦，对，不迷信。我一直要我自己不要这样走，可是，在餐厅哦，大家都吓死了，我还是控制不了我自己耶。跟我一起吃饭那个梅啊，也被我吓跑了，后来都不接我电话。